这是一个关于三猫臭臭嘴华丽变身牙亮亮军团的励志故事。影片开始前，请先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，谢谢。鸡儿啾啾鸡儿，鸡儿啾啾啾鸡儿，鸡儿啾啾啾啾啾鸡儿。我要打开歌。欧宝。你要不要出来啦，宝贝，快点刷牙啦，快点，快点刷牙，快点，快点，妈妈跟你说刷牙了，快点，又要抓两下，抓两下才刷牙是不是？嗯，要不要刷牙了，宝宝？快点啊，打哈欠呢，要不要刷牙了？快点，要抓两下是不是？他要祷告，他跟神父忏悔。刷牙啦，宝贝，快点啊！要十点点了，要刷牙啦。嗯嗯，很乖啊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来刷牙了，好吧？不行，来刷牙了，快点，好不好？嗯 ，I love you， 快点。刷牙喽！准备刷牙前呢，我们要先帮孩子呢放松一下。心情可以用按摩和鼓励赞美的方式呢缓和紧张的情绪。刷牙啦，嗯，来刷牙牙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小牙齿，哎呀有点点脏脏哎，有点点脏脏哎，我一开始呢也没有每天帮毛孩子刷牙，不是不知道口腔清洁的重要性，就是懒，就只是逃避责任，抱着侥幸的心态度过每一天。直到 Amber 有一天呢开始流口水，舌头常常会突然掉在外面，检查过后呢才发现她的牙龈红肿出血，嘴巴非常的臭。然后妹妹 Ruby 呢，一张嘴，哇，臭死五万人，整口牙龈呢已经发炎到变成了猪肝色。那个当下呢，我真的是整个大崩溃，因为自己的侥幸心态，所以让孩子承担了牙龈发炎的痛苦。三猫臭臭嘴军团变身，来，没法，没办法，放松，来，放松中啊，来，放松中，来，乖宝宝，good boy。妹妹了，哎，我小弟呢？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告诉我。来，你过去一点，你过去一点，换妹妹来。不行，趴下。趴下。不行。
你后面一点可以吗？啊啊啊啊啊！你来这边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很棒哎。嗯，嗯，慢慢就放松啊，对不对？要放松，有啊，要放松啊。嗯，这样放松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刷牙了，好不好？来这边，呀，看一下小牙齿，呀，很干净呢。漂亮，看一下小鸭子，好，好，很棒哎。换哥哥了，踢踢踢，这边来。刷牙，哎，每天都要刷牙，对不对？嗯，慢慢看，嗯，来慢慢看一下。刷一下，牙齿脏脏的，嗯，哎，来，再加油一次，嗯，哎，擦擦，嗯，来，这边也擦一擦嘞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的小鸭鸭。好，嗯，很棒哎，乖宝宝。OK。三猫牙亮亮军团成功。如果发现毛孩臭臭嘴，口水呈现粘稠状，甚至是出现牙龈红肿流血，就要尽快预约兽医师做口腔检查哦。如果您还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别忘了还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集见哦，拜拜。